여러분开动了，我是凯。今天的话呢我想要做儿童套餐。我有现在一个小孩子大概3岁左右，因为他不吃肉不吃蔬菜，什么做的儿童餐比较好吃，汤底的部分，汤底好喝的时候呢，煮菜的时候什么都做出来的东西好吃，所以我现在也开始要做汤底。还有今天的话，猪肉拌饭加通心粉，一个是高汤炖饭，蜂蜜鸡肉。但我今天用的是油肉的，你们可以用鸡肉的，油肉也可以用，猪肉也可以用，所以你们喜欢的肉就好了。洋葱、红萝卜还有青葱 mix 一下，还有蛋白。师傅为什么要加蛋白？汤的出来的时候汤的很干净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肉类的汤底的话呢，里面可以看到嘛，有一些脏脏的，对，脏脏的东西里面就很多。而且蛋白进去的时候呢，这张出来的汤底是很干净。哦。对，在我们开始煮汤了，在这个的里面进去，水进去，还有放放一下。为什么蔬菜都要切的细细的？细细的话，很容易蔬菜的味道会出来。滚的时候呢，要看哟，等一下有很重要一个步骤。开始滚的时候呢，中间一点点开，现在滚出来这边可以看吗？所以中间要开，对，在这张一直滚的时候呢，小火开始慢慢滚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大概滚之后呢，汤底很干净，上面的油先出来，还有这张的汤底出来，很干净。一直做的时候呢，你们一包一包一包冷冻库里面放，你们需要的时候拿过来可以用。所以我们用这个煮炖饭。已经30分钟泡好了的米、蘑菇，还有红萝卜，泡过油来的，对对，还有高汤进去。比例的话呢，今天的一比一要煮酱油、苹果醇，其实产度不会那么高，所以带微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加这边的之后呢，开始煮饭了。第一个菜的话呢，我要准备一个酱，很多台湾的喜欢加酱呢，是你们看着就是黑黑的，对吗？这个是素食，我不想要小孩子吃到，所以这个酱之后呢，你们饭也可以配，面也都可以配 ，butter。它是不辣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不能吃辣的，所以今天菜全部没有辣，糖进去一下，糖进去炒一下。不过我觉得你后面的玩具也很可爱，我儿子最喜欢的。所以可能他现在也会哭。加这个颜色出来的之后呢，要加味增，可以看到吗？泡泡上面可以加进去酱油。黑豆酱的酱油的话呢，天然的，这个的话就慢慢慢慢慢慢发酵出来的酱油，还有里面没有色素。我现在要加苹果醇，这个的话他们更厉害。一般来说，粗的部分的话呢，一天两天你会做出来的，但是他们的话呢，1年到3年的时间，吃的时候呢，很甜辣的甜度。你们家里用的时候，味淋带这个会用，用这个也比较健康，对，还会有一点苹果的味道。对对，没有错。苹果澄清的时候，再这放半下，出来的之后呢，要加面粉。为什么要加面粉？因为加进面粉一直炒的时候呢，浓度会出来，还有味露进去。这样你们看到吗？这张的差不多 OK 的意思。这样做起来可以放很久。我觉得一个月也没问题。加先加进去一些油，打蒜、猪肉，这张炒。加蔬菜，今天我用洋葱、茄瓜还有红萝卜。小孩子不喜欢吃红萝卜的话呢，红萝卜更细一点，看不到。炒的之后呢，这个的酱。还有进去水，大概这张的浓度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好了的意思。你们觉得甜度不够的话呢，苹果醇再加一下，酱油一点点。这张的情况出来之后，猪肉翻酱的已经好了，所以我们第二个菜要准备哦。
鸡肉的部分的话呢，有一些小孩子不喜欢肉类的腥味，就泡牛奶一下，这样大概的15分钟到20分钟泡的之后呢，出来这样的之后开始才皮往下。皮往下，我们这边要用佛眼酱油，这个的酱油的话呢，程度40%减少，大概60%的程度而已。还有鸡肉的部分的话呢，煎的时候呢，真的火小一点，3到5分钟，慢慢烤一下，大概这样的油是出来。还有对面煎一下，还有鸡肉的寿司要准备高汤、酱油，还有蜂蜜、苹果醋。行，一般的这个的汤用少一点，还有用蜂蜜、苹果橙这些的天然的甜度都要加进去，甜度跟甜度出来之后呢，玉米粉里面高汤一点点进去勾芡一下，还有最后香油一点点，寿司完成了。儿童的套餐这张完成了。一些家里煮菜的时候呢，所有的菜全部要一点加东西，这张的天然的里面没有食素呀，还有这边的特别，这边的酱真的一起试试看怎么样，配面这个也一起配可以吃，很干净，还有很浓的汤底也做看看怎么样，基本东西好吃的所有菜都会好吃哟，生日快乐，拜拜拜拜。